哇，你好厉害！你多大呀？几岁了？我八岁。那你妹妹不是才两岁？是的。这么厉害的手艺在哪学的？自学的。这塑料做的筷子吧？不是，是竹子做的。你看，是。Thank you.
这个玩意儿火遍全球，全网都在找它。它是啥呢？树种子啊，棕榈树的种子，巴西紫金属。然后呢，紫金招财鼠，它的寓意非常好，盘出是酒红颜色。我看我这个带着都没盘啊，天天给手脖带着，洗脸的做饭也没摘啊，上吧，它们也变色了。所以说喜欢老李啊，咱家接受各种定制款，干就完了。来，李副特长。